凉拌藕片的做法。准备食材：藕、小米椒、醋、糖、香菜、生抽、盐、麻油。一、藕清洗干净，切成片。小米椒和香菜切成小段备用。二、起锅烧水直沸腾，把藕片放入焯水两分钟后取出，并用碗装好。三、在碗内放入小米椒、香菜、醋、生抽、糖、盐、麻油。四、搅拌均匀后，双抠好吃的凉拌藕片就做好了。